马主慈悲，大家好啊！有同学来问顾问说，持戒的人才有护法神吗？有持戒的人才有护法神吗？啊，我现在讲讲持戒啊，持戒一般讲有持五戒啦，啊，一般正常来讲，我们都统讲持十戒啊，不偷盗，不杀生啊，不犯淫啊，不邪淫。然后口业呢，有四个。啊，恶口啦，妄语啦，奇言啦，两舌，然后呢，贪嗔痴啊，我们持戒就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总共有十戒。一般来讲，那持戒就是在修行啊，在马祖圣道讲修六度波罗蜜，持戒布施开始呢，禅定啊，忍辱一直修下去，所以最开始的就是要持戒。那一定要持戒才有守法神、护法神吗？那顾问还在解释护法神。护法神，因为你有法，你开始呢皈依法，所以我们三皈依就皈依佛、法、僧。有皈依佛，就是皈依一个神尊，皈依一个佛陀也可以啦，耶稣啊、阿拉都可以，是吧？皈依一个神尊，你的崇拜的偶像。啊，再来皈依他的法，那基督教是圣经，天主教那圣经啊，佛教佛经啊，那我们马祖呢，天上圣母经啊，然后马祖的圣道有马祖的法，那不如马祖的法，我们呢皈依来恭敬马祖的法。我们到庙里面，马祖说要帮你离苦得乐，他很慈悲，你有灾难运势不好，就带一个香火。那个香火上面写的哪一个马祖，哪里的马祖，然后你在一个炉过个火，照他的方法过个炉，马祖的火过个炉，然后就挂在身上，他来保护你，保护你那个香火坏掉了要换，因为我们的一个火是什么？如果这个坏掉了，就是这个护法神阵亡了，他就是派个护法神给你，因为你有马祖的火香火。带香火，带香火这个习俗，这个方法是马祖给的话，那当然他就有护法什么神。那你并不是守戒呀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马祖的恩义给你这个。那说我这个不守戒、为非作歹、到处骂人的人，那我挂个香火就有护法什么？不会，因为香火要挂，第一件事情要经过马祖的护仪。同意，就像我们的香火一定要一得马祖把杯把屋立盖当挂，挂够好啊！你挂现在开始，你是皈依一得马祖，你是皈依哪一个马祖？那个马祖呢，就让马祖就开始欢在我身上，在这边你时时会什么看到马祖就感恩马祖是我这个香火，你就在拜了，那你开始会拜拜了。然后感恩马祖会念马祖的，心里会想着马祖，身口意开始皈依马祖的，想着马祖的，你也开始守戒了。只是守戒的程度还没有像出家的人、真正修行的人那么注意力那么大，天天就守着戒，你偶尔还是会犯戒，那一个护法神还是会护你。可是那个护法神的力量就不如真正有守戒的人。所以持戒的人有护法神，那因为他还必须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真里面的法啊。他如果真正的皈依那个法、皈依佛法、皈依的是圣经啊，在尊重圣经，照圣经的指示来行事啊，照所谓的佛经来做人，那这个有护法神很强，就会保护。护法神有强跟弱，还是有差。但毕竟啊，没有守戒的人。真的接近的马祖，亲近的马祖，马祖的慈悲，他还是会派护法神给你。可是你要照他如他的法，马祖的同意，拿香火过炉挂着，没人要回来什么加持。你如果在这一内内，你的持戒做得不好，为非作歹，那个护法神也会跑掉，也会跑掉。这是我们马祖的法。各宗教有很多很多的法，有大湖啊，像我们大那个马祖的那个焦湖啊、鸟湖啊，很多的方法。
那这是麻子的划，那这个划出去的一定有护这个划的神，被麻子拍下来的，被神明拍下来护你的划。以上是顾问的经验，顾问的看法跟大家分享，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麻子慈悲。